继续要来关心大埔乡的消息。大埔乡公所基于乌龟啊真多，一直困扰着大埔乡。乡长吴炳坤寻求更有效的防治，趁着大水期清除青池，鉴别乌龟啊幼虫，希望会当来大大改善大埔乡的环境。乌龟是公认的烧焦性螨虫，虽然无传白菌，但是必定就是非常的脏，而且一出动就是一大堆，体型小不了紧，让人防不胜防。真侪环境的专家也对乌龟进行研究，找不到更有效益的方式。乌龟伫困扰着大埔乡一个专台，吴炳坤乡长为求更有效益的防治，伫大规效益清除青池，鉴别乌龟的幼虫。这个防治的方面，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生态哈也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尽量也是说用一个生态防治的一个方式，然后这个我们就没有以农药的喷洒哈，我们是用以这种哦自然的这种像活菌啊、酵素哦这一类的。那小黑蚊它本身它就是栖息在好它的幼虫，它都会栖息在这个青苔的上面，所以我们所种也是在好青苔的一个防治。初期以外菌、酵素、诱捕器以及大面积的青苔清除等方式，分区分段进行，以及会当降低乌龟族群减少生长环境以及捕笼的数量之外，并会当自当中去除中后期防治所需要的相关参数。活菌跟酵素，它可以造成这个小黑蚊成虫的一个接触或食用哈，它会死亡以外，那我们也特别哈去避开了这个蝴蝶的这个成虫，它会栖息的这些树种我们特别有把它避开。规乡做伙来鉴别乌龟，公社呼吁乡亲若要共同前往自家周围环境青池清除作业，会当向大埔乡公社清洁队免费索取相关的药剂进行防治。新闻网蔡明东大埔乡采访报道。阿孙呢？过年咱来阿里山看新年的日出。好，那我要开火车带大家出去玩。哈哈哈，要去做太平营地啊，会用看到吼整个的美丽的嘉义哦。哇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家乡耶！过来，咱来东石渔人码头，啊，咱来找海迪亚做一算。那我想跟海豚一起游泳，然后去看巨人的鞋子。阿嬷嘛，最想要去看那双大象鞋啊！真一天忝啊呢，啊，咱来故宫看一下展览，啊，顺便吹一下冷气，啊，搁有水舞表演会用看哦。哇！嘉义啊，搁有足侪好耍的所在，阿便等爸爸妈妈，啊，咱搁做伙来。太好啦，我等不及了。家有浓浓人情味，啊，搁有思念的亲人。每个节有空都回家，回家过好年。龙峰大县扭转